比赛进入到五局的上半，新农牛队的进攻6-1，目前领先五分。而至于在陈泰队方面呢，则是更换投手了，由封若辉上场接替陈志成的投球，结果封若辉上来之后投第一个球就被打出了全垒打墙外面了。打出这支红不让的是新农牛队的第五棒森林王子张泰山。张泰山今年球季个人第四号的全垒打，阳春炮今年球季个人第四号的全垒打，目前呢都在全垒打的排行榜呢也终于是单独领先了。他的架子像没有人出局的时候，他是自我表现的，整个拉起的动作非常猛，在垒上有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明显他完全在助攻的一个效果，你任何的一个变化球直球，他就想把垒上的人送回来而已，所以他能